热水流倒进足浴机，按摩脚底，还能放药草。小资族天冷睡不好，泡脚助眠。寒流来袭，全台拎叽叽，手脚也好冰。这时候从口袋里拿出法宝，哆啦 A 梦暖暖包，让你瞬间温暖，还能持续发热8小时以上。 各种表情，超级卡哇伊！现在买直接省下1张100元钞，柴犬样式暖暖包，买1送1，等于同半价一个7元，还有找，我是贴在背后面，衣服的背后面。家里我们会包一个热水袋了，晚上的时候。写24H 不止暖暖包，入日潮也抢攻，动漫商机当红宝可梦、蜡笔小新，还有可颂面包造型，每一颗都是惊喜。天冷泡澡增添趣味，要装店业者预估业绩增加1到2成，还有卖场，不论是帽子、手套、围巾、暖暖包，各种保暖配备，销量也都增加。在10月去快进中旬，也就是7月开始见冷，特别是在上周的部分，针对像好比暖暖包或者是说像一些保暖的手套、围巾这些的那个销量都有明显的成长。冷气团一波波还没完，抗寒商机正火热。欢迎新闻周晨辉、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。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